别让江东知府久候。
来吧，赶快服用吧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殿下，大吉！此次讨伐的头等功劳都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是何人？如此可疑。这是何等不祥之气？真没想到，一看见此等邪气竟毫无惧色，身为一切义勇兵为免屈才。我等孙氏一族骁勇善战，堪比猛虎。我孙氏之尖牙利爪，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。然则那邪恶之气将来必成大患，且看旗鼓相当之你我二人，何者将率先撕碎这笼罩世间的黑暗？
须将此事通报曹都尉。孙坚先行一步。莫非气的满贯是那个人造成的？必须尽快告知师父。你要一起来吗？